Aqui.
雄心勇论飘河，用天音之力，我先定一位名，初见林雍天成片中心情最大，树天官风云大神，欢弹决赛，台将诸位上腰拜。再拜，三拜，收起行李，战役完终已尽花。龙立天空结祥云，北山大地喜迎春。龙立文化万岁尊，吸火诸云天空，烟花白。李将军完准备进攻。进攻。这现招来有结果，招进福禄来添寿，结就相逢各自不在，天各拜，再拜，三别再用我准备红的，进言，红棉三杯最惦念，高堂。玉府上顶地，玉府上行连连连，因属诸民福寿缘，红颜拜，再拜，三拜，
应传承。迎风迎之礼，要上行，上行。风云大旗，弯弯直晒，太将出名。耶，农民马开牛，军心心的结，耶，参拜的一鞠躬。请咱原主副主准备进去红木。上行，风迎大典是咱台湾地区唯一遵循传统礼仪、最讲究、最具特色的上行仪典。一年将近过去了，万万。也希望着来年岁岁平安。祈福府是咱全世界只有这个所在，较特别出色的独一无二的品牌。啊，咱祈福府呢，首先啊，要来出场的，是咱先人登山过台湾。哪一个？登山过台湾，你？心肝的结局完了，啊，经过这个海上风面的风景，山大海阔，今日所听到的就是海鹰的声。
登山过台湾，第一站就是要来到咱的天湖啊，登山过台湾。一个小宝弟啊，讲伊大就真如来啊。一个小宝啊，来跳舞，讲伊大就真如来。玉林梅的展现，因讲要登山过台湾，因讲要登山过台湾，看的服装，看的精神，看伊的舞步，一只白鳞鱼，查甫的，看的头巾仔，查甫的啊，来的前日，为登山要来到台湾。因讲要登山过台湾，因讲要登山过台湾。山过台湾，看到包红啊！哦，包红包红啊！包红来出现。到这拢会较甜啦，来到这吸收的非常的多。啊，即摆伊就是花做果皮，忧伤天数哦，啊，
今晚要落船啦！今晚要落船啦！哦，已经我妈做朋友，会当躲过这个风向的乌龟包，而且啊，当地北风连绵的中国风的气候中啊，会当啊平平安安啊来到咱台湾啊，将妈做鞠躬了哈，拜拜。这段就是前段吼，前段就是讲咱先人来到天湖渡过乌水沟，来到台湾，来到台湾的海边，要来求生存。海边啊，海小渔村啊，大海边啊，就靠好料。大家看这鱼仔路啊，这鱼仔路是古早时代在掠鱼仔。这里啊，现在这路，他的这个藏式的围裙，立着草雷啊，啊穿着啊，台海人的衫，各着竹牌啊，在咱这个海边啊，这里啊，啊特色哇，好，过来到台湾两种行业为主会主轴啦，哦，啊来海边啊，就是要掠鱼，来到内陆就是要耕种，啊就是要做产啦。啊，掠鱼仔，要算鱼仔哦，哦，这一尾一尾在算，啊，算鱼仔，我未晓算，但是我捌听人在算，五尾加落去十尾，十尾加落去十尾，一尾一尾，我哋来加点五尾哈，也凭着记忆，凭着这个算的方式来咧算这个鱼仔，啊，确确不一定几尾啊。五尾来三尾来，第八尾、八尾、十二来、十八、十三，哇，来比赛！即阵你哪边看人家是比赛？哎，贤明甲咱讲，咱来到台湾，无半项，来到海边啊，就是讲靠讨海。掠鱼啊，可爱掠鱼。用这个鱼仔，这个当年时啊，咱台湾现在是无咧掠沙白啦鱼仔。古早时代沙白鱼仔拢爱捞的爱掠，即嘛沙白鱼仔捞的不同款。啊，但是只有这个当年时啊，咱台湾的现在啊，这掠的满载啊，哦，但是咱要看人咧掠鱼仔呢。就是像这款的情景啊，我咱挑起着啊古早时代的画面，脑海的记忆，先别甲咱讲啊，古早时代。
庄严真的一个天才画家林中信教授啊，伊所来啊写出来的这个建筑的创作啊，的创意啊，伊研究出来啊，提出来的这个南方庄园真的特色，一种上古中间的来表演的一个艺术库啊，林中信教授伊现在住哩啊。花莲呐、啊，天才武家，现在伫咱马祖金针呢，也起一间会社，满足伊个故乡啊。天才武家林中信教授的这杰作啊，这前段就是讲来到四川啦、啊，啊来靠着抓鱼啊，靠着偷猎哦，来维持着生活哦，伫四川。海边啊，打拼的先人呐、啊，就是安尼。再来呢，这二峰谷的第二段，应该是龙川呐、啊，龙川的电影啊，龙川啥？剃牛啊，伫咧耕田。古早时代呢，是用牛来咧犁田，啊，用来犁牛，这只就是牛啦、啊，啊，古早时代。这茶黑红啊，特价哦，黑红啊，所以这就是豆腐啊，哦，用这豆腐啊，加这卤粽啊，来呈现着农村打拼的画面，予咱啊会当直接安尼想，就讲咱先人来到台湾，这样打拼的情景啊。这应该是下雨了哈，啊，水牛，水牛是乌乌的，吼，是瀑布了哈，啊，这只是这应该是下雨，牛分这两种，一种是下雨，啊，一种是水牛，都在给咱做新的，好嘞，这，这阵拢真安定。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的靠神明，风调雨顺的靠上天，啊，若国泰民安的爱靠家己。这就是咱义丰部第二段龙川的精神。春哥出现咯、哦，哦，春哥的人，跟大大细细，记得到没啊？什么人啊？咧布条啊，咧布条啊，像是啊咧布条啊，不是用机器啊咧布，用人咧布，哦，咱讲手把青插满田啦，地条平平真良心。玉金清净方位的替佛原来是向前啊！你唱那嘞布条啊，哦，滴滴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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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咧向前啊！啊，布那就是安尼啊！啊，即阵我到啦，替佛那所在，我就讲这个布那的情况。布心啊，布心啊，布条啊！台上的好朋友，大家给咱野猪部这位同学拍一下鼓来。
鼓励一下，鼓励，拍来欢喜，来拍欢喜啊！这部地婆应该是查甫人啊，算得查甫的啊，查甫的拍拼做事啦。做餐人是足辛苦的哦，人啊，粒粒盘中，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啦啊！咱的做餐人要吃饭啊，吃饭人爱想着讲做事人爱艰苦。上大是龙川，中大是龙川。来，春哥叫的镰刀啊，镰刀的鸡啊，鱼啊，来个准备挂草、挂油啊，哦，避着草雷啊，避着草雷啊，避着这个镰啊，我们叫的这个镰刀啊，新年的工作。老师，伊女主负责嘛，伊学生是非常的优秀啊，在跟率团训练啊，四十几个国家，是一位扬名国际的舞蹈家啊。现在呢，来伫马祖间的庙前啊，摕这个啊龙山品、鸡山品啊丰收的成果，来伫马祖的庙前，来伫这里拜马祖，来伫来感恩马祖。大家好啊！哦，非常的欢喜，丰收的成果带来给妈祖看看，妈祖看看啊，这就是咱永平国际演舞团家郭林娟老师，伊从咧宗教民俗的艺术啦，啊，百家讲啦，庙会里头啦，凭着这个舞蹈再创新、再发扬，搬上世界新舞台，打开了台湾站，再度给咱的郭林娟老师大家好啊！我们准备啊，来，来，今天大家准备
个真辛苦的表演啊，而且因为会用因咱的礼歌唱起的啊，赵家。我会做一个舞蹈哦，嘉惠这是来听美食大宴，啊，咱下周目节也搁有啊，准备再推出一部这个五宝舞，五宝舞来听美食，这个五宝舞啊，拄啊啊全世界这个所在个看会着，啊，大家请早点做嘉惠这是来听美食的，这规个庙里啊，万万拢是人啦，哦，比高雄啊。高雄的竞选，迄个人潮搁较侪，啊，啊，请大家期待，欢迎各位嘉惠车师啊来参加亚裔时代，啊，啊，咱个东山三叶府，当时呢，然后啊，咱啊，吴伯母就是郭刘娟阿叔，所捐献千余元。北山大江望美景，大河滨江水中流。蜀中上行俊公孙，锦心天路复心温。敬景新路，今天的景新路，景新路是简化新年都会的系列。用新的主题，文化会活动二十几年来，最近也常常来，啊，配合着大事公务，电话串线，要么除非走吧，除非走的少数，来少数几里来，传统上是配合着咱的新春宴。
算，最终不是好的坚持。这个是平安啦啊！一个呢，我们里面的变革者，就政府先为政府部门掏钱，以来社会多谢欢迎，先为众人民的地方，天母的来爷爷妈做歌仪嘛，上天祝福，现在我们的这台湾社会安定，建国稳定，民生稳定啊，这是总收获的。那个啊，不怕啊，
跟分享哦，拜拜。大家一起，我是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不要紧。